这么大包的金针菇，厂家竟然发到了8包，不是80克，不是100克啊，而是足足200克的大分量。现在呢，老弟再申请一把啊，给哥哥姐姐啊挂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，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1409倒数是整整8大包，厂家控价之后啊，优惠券随时关闭。看一下这个小颜色啊，都特别诱人，这个呢是香辣口的。而且选用的呢都是这种小嫩芽，没有后边那段老梗啊，香辣可口，丝丝入味。厂家控价之后啊，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啊，咱赶紧去搂一单。看一下啊，都是这种小嫩芽。